这就一半一半哦，睏无好正常，因为我一直来吼，第一暝我拢一定睏无好。啊，咱即马有较好啊吼，我会记五月，咱这冷气是五月底较装的，哦，我会记五月迄阵只上课，规身躯拢澹的吼。啊，所以即马有冷气吹吼，真爽快吼，有爽无？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因中国人号名吼，最爱号单字啊，像王丹哦，单名一个丹，啊是柴林哦，一个拢一字。那么有一个人姓吴，叫吴爽，吼啊，我足爽的吴爽。我一讲啊，有人路过吴爽，到啊，因内底哭啊，默默哭安尼。啊！但听咧哭，啊，佫讲爽啊，爽啊，安尼，叫做是吴爽，吼、哦，巧伊。哎，有路过人，你要看讲，啊是安怎？爽死了啦！爽死了啦！安尼，啊，这这拄好迄字吼，爽卡死到最后一字就干嘛？两个都斗不起来，安尼吼，好啊！啊，恁去吹吼，有爽无？有啦吼，好 ，OK， 好啊，那么咱今仔继续来讲正题吼，掌上无完的继续来讲。好，那么这个石化业大部分拢设在港口的边啊，侪啦吼，因为要运输这个原油入来要提炼吼，拢爱船运输，因为咱台湾本身无出啥物油。啊，那么这个石化业是一个高污染、高耗水、高耗能，吼、哦，而且厂房爱占足大个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高雄地区自日治时代，吼、哦，就原底有设迄个伫左营后硬后进有设一个，吼、哦，一个第六什么炼油厂，吼、哦，迄阵拢提供予军机炼一挂。飞行机要用的迄个飞机用油，哈，啊，甲一般的车辆的用油。那么，国民党政府来，高雄市一直发展，啊，就对高雄市就许个国民党政府甲设定是一个重工业、重化工的生产基地，所以高雄市算真衰。伫国民党政府咧统治的时，生产吼伫高雄，污染伫高雄，吼、哦、高雄的空气也歹，水质也歹，吼、哦、啊土壤也受污染。吼、哦、五清迄阵，高雄市附近咧做五清，吼、哦、迄二十年前，你若坐火车，也是坐客运经过左南地区，绝对远远就闻到臭味啊，你著。尤其若你坐火车，你若去台北要转来，啊，你若坐来到左营、南麻坑，你家己自然会醒，因为你会闻到迄个足臭的迄个味、加速味啦，迄综合的化学药，你自然你就醒来讲啊，高雄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真害就是讲，这些大公司的这石化业，因总公司吼，拢设伫台北，啊，所以缴税拢缴伫台北。吼、哦，生鸡卵的无放鸡屎，拢伫高雄，鸡卵拢台北体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高雄迄阵包括做到五吨鱼的时，阮高雄市的水还阁拢滴屎水味，因为高雄市要食的水拢摕高平溪的水，吼、哦，抽高平溪的水来澄清湖，经过澄清湖的什么净水厂。但是上来到每一个家庭，你水甲开，透早你开开，迄水拢滴屎味。就遐一直等到谢中鼎做高雄市长，他伫曾经有新设一个先进的吼、哦，类似这个新加坡迄个做法吼、哦，用 RO 逆渗透迄个做法，甲水甲利用足清气吼。阮迄阵高雄市
每一个里差不多拢有平均会设一个加水站，伫你高墩去迄个时间，大家唔敢食自来水，因为用地塞水，因为高屏溪的两岸拢总介只养殖的取缔的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拢地塞水，一直爱甲民进党吼立军的起来执政，卡甲这個问题解决掉，吼、哦，但是无想到用。五吨鱼，第一任内核准五十几条的公线，哦，经过人口密集的三道路这边，嘿，莲阿寮区这边，啊，这个气爆就是伫莲阿区的三道路，哈、哦，二圣路才上严重，哦，啊，所以这足危险的。你若是一个有听你的国民，哦，你的人民的一个政府，绝对。会事先会想着讲，人国外拢安怎设计这个石化干嘛区？人拢一定有一个石化专业区，哦，啊，拢离港口边啊，啊，也是设伫离岛。哦，那国土较大，像美国，因拢设计差不多伫个较荒漠的地方，无人住的所在。万一闹漏气，也是爆炸崩的，人员死伤袂遐严重。像高雄这个死三十个吼、哦，那么受伤的要300个吼、哦，好啊，所以这个台湾根本无需要一清、二清一直到六清，台湾本身若要用的石化的副产品，差不多两座，吼、哦，两座那个清洁六用炼油厂都有够啊，啊，这个五清臭毛毛进前。抗争二十几年哈，到尾侯伯村迄个即个抗议者，甲邀请讲，啊无你来有后进有亲者，你来带看卖呢？啊伊今仔来带一面，甲知影讲，靠臭甲即样个，臭甲袂平直，臭甲困袂去，臭甲醒，你困去迄个醒，臭甲醒起来。而且，迄自来水拍开了，你甲点火，迄自来水会倒，抽地下水起来，迄拢有石油气。啊，所以后进地区迄站得癌症的人上侪，啊，所以尾啊，侯伯村吼，行政院因较讲啊，无有亲互阮设，啊，但是那满25年，应该每年就到啊，25年到，这个有亲就要废掉，要拆掉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左南地区遐人较准互伊设，就是讲有落日条款。但是上好就是讲，台湾只要有两座清洁炼油厂，就有够台湾人用啊。咱无必要阁扣人外国人无爱做高耗能、高污染、吼、哦、高致癌性的这个化学工程。吼、哦，我有咧比一个咧，澳洲的土地差不多咱台湾200倍，因的人口2400万，加咱无偌济。但是因嘛有足高科技的石化的迄个制造的技术。但是因都不爱涉及阮工厂，因为遐专利，伊授权予台湾的石化业的这个厂商去生产作家制品，生产出来，较大因澳洲的厂商的肉骨，啊外销全世界。你看因土地遐大，人口遐少，他们都舍不得污染自己的土地。咱台湾这细粒。人的1%，咱人口加密集，啊，咱咧发展这高污染、高耗能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石化业，这做唔对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无永续经营。因中国人就是，干那叫咱台湾人拼经济、拼经济、拼经济、拼命所赚所纳的税金，因国民党的人，吼、哦，遐高官咧贪污咧开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交遐侪税金交出去，啊，比如。100块，用伫工程吼，内底可能差不多40块尔，剩下60块，因拢上中下游，再大官、中官、小官，大家沿路分了了，啊，佮官官相护，啊，伊即一个利益团体的啊，官商勾结一个利益结合的，因即个团队吼，咱要佮拍破，那真困难吼，好，跳，好，跳过咱来以不牺牲环境。补贴石化业这个方式来生产，你有污染，哦，你有用
这些水用这些电，结果咱台湾大部分水哦，拢去先和迄个工业用水用掉去，啊，这高耗水、高耗能的石化业，伫台湾虽然咱的污量真足，吼、哦，一年平均有到2000毫米，哦，是以色列十倍。但是真可惜，台湾的雨量不均衡，哈、哦，夏季雨伤侪做水灾，啊，冬天无雨水做旱灾，哦，因为咱的河流足底，啊，佫真少湖泊会当储存水，哦，所以拿山顶落雨，啊，要一点钟就走去到台湾海峡，哦，危害去啊，好，啊，所以咱来学先啊，哈、哦，尤其像澳洲。因这个环保的概念，因个永续经营的概念，哈、哦，咱甘愿讲，即个七清八清，哈、哦，即个咱拢卖做，哈、哦，当然即已经冻掉，八清本来要伫彰滨工业区遐做，哈、哦，啊尾啊环保团体抗议，哈、哦，吴敦义迄阵佫讲一个名言，白海豚会转弯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个真正白虎总统。也是白目总统，啊，好啊！即马台湾将来，那咱民政府执政，哦，咱绝对要用永续经营，哦，以不没有污染的行业，哦，来发挥，啊，咱高科技，但是是高绿能，哈，高效率，哈，唔是要用这款，咱牺牲环境来补贴石化业，咱真侪拢是牺牲台湾人的。健康，台湾人的环境，真侪土壤你若污染落，迄就几啊百年无再条恢复的哈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么因新加坡，因85%的电力是用天然气发电，啊，咱台湾真侪火力发电厂，像台中的火力发电厂，还是高雄的大拿无发火力发电厂，大部分拢烧煤炭。啊！这煤炭甲澳洲买，台电甲澳洲买，比国际行情贵几倍，吼、哦！啊！你不要要甲查，台电讲，因的合约书判给向保险箱向偷窥向偷睇呀，有这个代志。啊！这就是因的湮灭证据嘛，这就是遐高官，啊！真侪国营事业高官拢是。退役将领，吼，退伍会安排去占迄肥缺，啊，拢是外行的，外行的咧领导内行，吼，哦，包括即个像天然气有无？新高瓦斯，吼，啊，即个拢薪资被，吼，拢总是退伍会遐个将官咧坐领干薪，外行人领导内行，吼 ，OK， 啊，引用天然气发电，一定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。啊，你若烧煤炭，我都做些二氧化碳的问题，吼，啊，甲伊个煤灰产生个污染，好无？吼，好。那么新加坡因个水管，因当然伊个看挖赤道，雨水是真济，但是因无嘛无湖泊长个储水，所以因家己开运河，哦，来甲运河当作来储存水，啊，平常时嘛。电管也这样做，主那也这样做，电管造啊，废水回收再制再利用，而且伊嘛发展海水淡化技术，因为新加坡会烧到四国连东龙海啊，过来无够的水，卡来向上尾啊，无够的是卡来甲马来西亚买水，啊，啊这是新加坡的做法啊、OK ，好，那么因伫这个玉兰岛哈有。有这个研发中心哈，这是全世界为石化加工厂的人力资源的培训中心，因所有人才石化的人才拢底下培训出来。啊，因毛化学工程研究院啊，底下的玉兰岛电管哈，伊内底有28个实验室，甲一座实验工厂。哦，所以新加坡尾啊会后来居上，就是讲因的人力资源集中。因训练的人才也拢就地训练出来，家己也训练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英语，新加坡人85%的人拢会晓英语，拢看有，所以因要吸收
最先进的科技的技术吼论文吼，因做过吸收的，咧学拢含世界同步吼，无经过人翻译，有时啊要等甲人翻译出来，有时啊三个月啊半年以后，你就落后人吓。OK， 那么一个国家，伊是毋是进入文明的阶段？吼，是毋是文明的国家？有一挂指标吼，咱来参考啊，这伫科比语录内底吼。我揭露出来吼，啊！这过去咱台湾人无去注意这款的吼。来，公园爱有分教。我第一届35年前去美国，啊，伫因的公园，我看因的放假啊是分教，伫涂骹乱垃圾咧找物件食，啊，游客伫迄个公园的入口，拢有一挂迄个自动贩卖机，啊，落伫咧几角。啊，就饲了走出来，因拢伫遐咧饲粉鸟，含囡仔做伙咧饲遐个鸟啊，啊，感觉安尼和乐融融安尼吼，人跟动物安尼，安那有互动，吼、哦，我真感动，因为我迄阵，咱台湾要较善食35年前，你啊鸟啊住涂骹踅，连咪都鸟网啊，何必行鸟啊巴伊啊？那有当我你住公园遐落垃圾？啊，因为咱迄个中国人来教育了，中国人都，啊，我20年前，1990年，吼、哦，去中国佚佗，同款啊，因个公园无鸟啊，拢嘛是掠迄行鸟巴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爱公爱有鸟啊，啊，而且我伫这个，我真感动，就是纽约市因市中心有一个中央公园。哦，迄、那个公园我唔知遐宽，我伊迄个早安尼，然后8点外开始行，行到迄个岛，啊，我看地图，我拄啊行1/3可能无够，我就讲我爱翻头啊，无我要行倒转来，行袂转来，哦，有够大片的，伫市中心迄个寸纽约寸土寸金的所在，因伫200几年前，因到迄个地位要保留都市智慧，遐树啊拢有够大丛。哎，树啊，顶原拢做者动物嘞，有迄款松鼠。啊，我行入去算无啥人嘛，伊太宽嘞。伫咧较大丛树啊下骹，你甲行过。树啊顶伫咧足悬的迄条松鼠，准为顶悬一直走落来，走落来，走落来，要看你会担物件好食无？因为伊想讲，哦，这有人来有够物件好食，因为因美国人拢会买物件饲嘛。啊，我无迄个观念，我也无炸物件，啊，害我煞足歹势啊！好，位足悬个，安尼撞落来，我无物件好食，所以我颠倒我歹势，讲啊，所以我感受足深个，就是讲，哦，人美国因个环保，因袂去掠遐个松鼠，恁若遮个松鼠在台湾，那35年前就掠咧去，原来行行食掉伊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一个指标，是不是文明啊？这样的一个指标，过来。变做卫生纸，你若中国迄公共厕所，你甲下卫生纸，啊，连伊几百方毛，对不对？迄就是经济歹，因兜欠卫生纸。啊，你记咱早期吼，30年前，我印象吼，我去台北吃头路，吼，拿来高雄去火车站要坐火车，啊，我迄阵变做拢有阿婆啊，伫遐咧纸。对不对？查某要入去爱买，唔啊几块发袂去，吼、哦，5块吼、哦。啊，好在阮查甫诶，唔免。吼、哦，那么啊，你甲想，便所佮另外一个指标，都爱无味。你去看日本诶便所，有够清洁佮无味。啊，伫早期吼，30几年前，你伫台湾要找公共厕所，足好找。你若行过有鼻尿味，啊，便所伫附近俩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我的指标之一。好、哦，爱有卫生纸，便所爱无味，较清气。好、哦，过来，不爱做是空的。好、哦，公共交通，火车、公车、捷运，不爱做是空的，拢真正要留予年纪较大个，也是孕妇，也是行动不方便的人，哦，来坐。好脚好手的人，袂去
占这个位，哈、哦。过来坐火车，唔免验票，啊、哦。我是唔捌去德国，但是我听讲德国，因的区间车无咧验票，以自动贩卖机，你家己去买票，家己去坐。啊、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有中国人去迄个德国留学，结果伊的成绩足好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读到研究所毕业了，啊，伊拄开始去留学时吼、哦，德国伊发现讲，哎呦，啊，即拢无人咧验票，伊偷走票。啊！我有警察抓到，吼、哦！啊，头一届伊讲啊，我拄来，即人生不地不熟，我毋知要去对买票，吼、哦！第一届是安尼，啊，做警察，吼、哦，就甲原谅伊。但是伊后面去别个所在，佫继续读研究所啊，伊同款佫安尼，所以伊有即个记录。那么，伊研究所毕业了，伊成绩吼足好个。所以伊去应征，遐个应试官，吼、哦，拢评分拢足悬，予伊，拢足肯定的。堪伊咧讲，拢讲到足欢喜，足希望伊会当来因公司上班。但是结束了，拢无通知，规半年伊，伊对应征，大家拢讲伊足好个，但是拢无人要请伊。后伊一工就真正俩工挡袂牢，就去找一间伊心仪的公司，吼、哦，伊足想要去上班的公司。去问伊个人事主管，讲是安怎？恁拢讲我足好个，啊哪会拢无要甲我录取？迄主管调住了，就来看看。你逐项拢足好，但是都有一点无好，你无信用。伊讲是安怎？我无信用。伊讲你咧读册时，你走票，你无买车票去共坐车。伊讲哎呀，无偌济钱，迄较要紧。讲无咯，阮这公司，阮若聘请你入来，阮授权予你个，阮就无派人咧甲你监督啊。啊，你若信用歹，阮就爱阁派人来对后壁甲你监督，讲你有做违法个工课无？啊，有时啊，你做违法个工课，啊，比如讲若银行业，银迄个客户个存款，予你甲挪用去甲偷领出去，啊，阮来赔人呢？阮公司请你袂倒呢？啊，这就是诚信的问题。好、哦，啊，在美国，真侪人信用的破产之一，甚至有个人，你伊因迄个花钱去啊，啊，拢偷渡去的，所以因袂当去开户。啊，等因好不容易摕到绿卡，好、哦、有身份啊，那么因要开始想讲啊，我够有身份，我有欠。欠一寡钱，我要来开公司，要做一个哦，像社会里面这小生意啊，哦，一个杂货店，要开公司，啊，要甲银行贷款。银行讲，嗯，啊，你也无信用，用钱我无信用，啊，你将来也毋捌开户，啊，我也毋知你的底细，哦，就是讲无信用，啊，所以信用足重要，哦，啊，所以一个人的诚信，啊，诚信。这个国家哪拢这人素质拢足悬，拢有诚信，袂弄法律棒。啊，像中国系统，中国人想尽办法，就是要选这个装这个法律棒。啊，这边行政部门、公家部门都要去设一挂监督的机制。啊，这边要派几个人，所以现在中国遐做者秘密警察。啊，就是中国人做个弄棒、扛啊棒。做个贪污，做个恶势，啊，所以就个派个一个，包括思想的监控，即个警察拢咧，即个公安拢咧监控人民，啊，即拢浪费国家资源。所以你看因德国，因就是讲，我聘请你来，我你第我唔是咧看你的学业成绩好，我爱看你的诚信，哈、啊。所以诚信会当减轻即个国家的负担，唔免派个一个人甲你监督，啊，唔免做足个仪器做。这上面摄影机咧，给你监控，唔免，啊 ，OK， 好，过来啊，第五个我给你加起咧，啊，社会发生事故灾难，中央、地方、
产官学民众一起救灾，不推卸责任。你看，咱为高雄区气爆来检讨这个中央政府，这个中央政府，改成把高雄都当作是别个国家呢，无把高雄市民当作是伊所统治之下的人民，干那咧单看陈菊笑话。照讲，你若发生灾难，中遮大重大死伤遐济，中央是毋是马上成立一个前进指挥中心，直接来到高雄去开设一级战备中心？好，因为救灾视同演习嘛，好，啊，演习视同作战，好，你军队关心都要派出来，特别军团的司令。就要观音对立单局的边，需要欠什么人力，随调兵下来，哈、哦。啊，随欠什么救难的机械设备，要爱怪手，要如土机军人，哈、哦，随爱拖来救灾。而且爱随中央嘛爱派一个哈、哦、组织处的人员，哈、哦，像你顶位咧救九二一同款，伊带两个人俩，一个带。这、那个军方的迄个领导人啊，敢那汤耀明吼，参谋总长，随爱调军方的人员、机械设备，随下令就近就调来用。啊，炸一个这个财税观念，对了欠钱，随拨款，随拨现金，赶紧买物件，买救灾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买设备，吼、哦，买发电机，有无？结果现在这个中央政府好像在真的要看高雄的笑话呢。单局跟要求说要要19亿的急难金，他就跟小金说、就一张 A4 的纸而已、就要来讨19亿、你高雄石化业交那一年都交几十百亿的税金、你中央收去、现在发生事故啊！你中央照讲应该唔免单局讨，你直接我先30亿先摆伫遮，看你对了欠用谁提起用，吼、哦！但是这个敢若外国人，有影确实外国人咧甲咱管，中国人，吼、哦！咱是日本的台湾人，这是那咱台湾民政府以后执政，咱是为中央到地方产官学民众，咱绝对是。同心合力，咱是要来救咱台湾人，帮助台湾人。咱袂像因中国人，哦，把咱看作二等、三等的国民安尼，哈、哦。好，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家，有灾难，咱来互相斗相共，唔是中国人都幸灾乐祸，搁个调东调西，哈、哦。OK， 好。好，咱来看永续基因甲核电厂，哈、哦。这个厂牌也拍唔对吼。核电厂要装设的条件，吼，有几个哈？第一，爱地广人稀；第二，爱地质稳定，哈。你来看，台湾这两个拢无。台湾的人口重密集，台湾的这个地盘，咱是亚非板块的交错点，所以咱地动真济。而且，从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人口拢足密集，所以根本无发展核能发电厂的这个条件。但是真空坎的，全世界都在台湾有呢。伊在所谓因中国的陪都，那个哈临时首都台北区的周边设三个核电厂。而且，迄个直线距离拢伫这个30公里内，哦，合一、合二、甲合四，全世界无人伫首都边啊设核电厂遮密集的。啊，另外有一个核三厂，竟然设伫国家公园内底，啊，这嘛全世界可能无人有的。哦，这个中国人根本就是无要带台湾永续经营，
那万一崩的，因都反正因拢有绿卡，啊，拢有美国护照、加拿大啊枫叶卡，可能因拢有，所以因袂疼惜台湾，伊甲台湾当作跳板，当作客居之地，啊，那袂大着，伊就要刷位啊，对吧？哦，有台湾话有一句话，哦，应该讲闽南语有一句话。有食就罔顾，哦，这个区域有食就罔顾罔大，无食就飞过去，哦，为国外呀。台湾若歹趁食是袂大滴啦，因就走啊，哦，好。啊，台湾你若讲若发生核灾，啊，伊应变计划，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因啊。若讲真正核一啊核二崩去，啊，那么台北市伊这个安全范围爱算一个。里头八十公里以外，啊，这都差不多到真着。所以台北市管区，包括桃园市管区遮吼，拢爱紧撤退。但是你遐想，那干那一个假日，咱国道一号、国道三号都拢塞车。啊，这是佫有分开咧疏散哦。哦，你着为半暝啊，哦，凌晨一点。一直到 AM 十二点，你拢会当，你要你若比如中秋节，吼，你家己选一个适合的时间，你会当等，就塞车就塞到安尼啊。崩的迄个，大家就知影讲核电厂崩的，所有的台北管区、桃园管区拢要走的是，啊，你看会塞死未？到尾啊，动弹不得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大家就等死啊，哦，等遐辐射层落落来。所以台湾无根本就无起这个核电厂的这个条件，哈、哦。那么无能的台电做太阳能，专门要用这危险的核电厂，啊，这个时阵条件要找台湾人，要加做一寡要帮忙台湾人死的款。啊，台湾阳光遐尼充足，台湾的这个光电产业马上世界有名的，哈、哦，竟然拢无咧用。好啊，补助发电这个家庭用的这个太阳能发电啊、哦。其实，哦，比如哪个国道一号哦，甲三号沿线的边啊，啊就中央分隔岛哦，你若拢甲设太阳能板哦，哦串并连起来，你起码会当提供台湾三分之一的电力啊、哦。啊，平常时。尽量拢用太阳能发电，啊无够的，较来用瓦斯哦火力发电。台湾核电厂会使等于是讲咱咧讲的咱的人的身体健康迄个衣啦。你若核电厂崩，这个衣无去吼，后壁你搁偌侪人，啊你的财产拢无效，吼、哦，啊都身体健康还是性命拢无去啊。啊！你讲你拼经济，拼经济，赚介济钱，敢有啥路用？哈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么，而且核一、核二、核三，因的高阶核废料，台电无能力处理，到即马拢放伫厂区。这高阶核废料就是足危险的。那么，即马去下伫南苏，迄、那个核废料的迄个所在，迄下是低阶核废料。就是讲，因遐人员穿过的衫裤、拔落来手套，吼、哦，即款低阶核废料是下伫南屿。啊，遮你看，啊你无法度处理，啊你无迄个尻川，你食这個下药，吼、哦，啊这所以真正台电是作恶一个，吼、哦。而且即卖这个核市场是拼装车，吼、哦，卡在一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。标哥是会使讲美国原装进口，贵州整厂输出来台湾设的。那么今麦这个核四是台电做总发包，哦，这人和德国，这人和美国啊，安尼乌白乱斗，拼装车乱斗斗个，好、哦，啊这一去要十外多年，啊！你今麦敢那我较早十几年前所下遐电缆线都拢差不多退化，差不多爱去换新的啊！啊，对啊！因家己的包厢嘛，家己讲，
即阵啊，宠物啊，伊真正讲，咱了放要下落，要开始运转啊。阮规兜规家伙啊，全家拢要移民，台湾袂大滴。即因家己伫内底做诶人，知影讲即个品质无保障，吼、哦，无原厂保证，吼、哦，无原厂认证过，早咧乱投诶，吼、哦。我看卖占上一个时间，吼、哦，那个我们换题目好了，好吧？换今天的主题。OK， 然后机会再继续讲吼。啊，咱今天的主题是讲行政人员甲民意代表吼、哦，要安怎沟通吼、哦？那么行政人员就是，比如讲你内阁吼、哦，中央也好，还是州的。啊，那么民意代表就是中央就是参众议院，地方就是参众议会。啊，那么因为咱将来咱是日本的这个内阁制，那么内阁中央内阁会产生个真侪席位，参众议院吼择优入去中央的内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互相中间咱来了解吼、哦、啊，互相来配合吼、哦，府会爱一家亲。安尼效率较会好，哈，好，啊，咱来看哈，好，啊，简单来看讲，中央的国会，哈，有一挂自律权，哈，啊，就咱今仔咱咧去本中红色的这本啦，哈，好，那么国会内底，国会本身有组织的甲决定权，佮有人事的决定权，哈，啊，甲议事规则决定权。安全特殊的维护权、财务自主决定权、啊、哦，议员管辖权、啊、哦，那么这几个权利哈、哦，我等下一个来解说哈、哦。这个组织决定权，阿爸跟这台这边无哈，类似我今物一个讲。先让你了解国会，因是安怎爱有这个权利吼、哦。这个权，组织决定权，就是讲，伊要设几个委员会，是国会家己决定，唔免外部其他的部门、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来甲干涉。哦，这伊家己的权利。人事决定权，哦，伊要请偌济工作人员，哈、哦，包括要请警卫，这拢是。国会家己咧处理，不假包外人哈。好，过来议事规定决定权，伫议会内底变哪开会，变哪管制，吼、哦，变哪控制发言，吼、哦，即个议事规则是因国会内底家己成立委员会了，核定了定一个议事规则。过来安全秩序维护权，国会内底有一个警卫权，就是一辆聘请。警卫、哦，警察权叫警察，但是这个警察跟外口行政部门系统落来，哦，比如讲中华民国的警政署，下骹这个警察无关的系统无同，伊家己招聘，哈、哦，意思就是讲外口的警察袂使入来国会，若无国会同意，外口的警察绝对拢袂使入来国会，哦，不得已不可以干涉。国会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安全秩序的维护，这个警卫是国会议长伊来安排来聘请啊。过、哦、来财务自主决定权，国会本来是咧监督国家的预算、编预算哈、哦。那么国会要营运买人事费用哈、哦，啊，那么这个钱是应该咧编。啊，有成立一个委员会咧审查，哦，唔是讲家己编好爱送去，互行政部门各类审核过，无家己审，但是家己爱有一个较客观的这个审查委员会，哈、哦。过来，议员的管辖权，新选到这议员，哈、哦，除了现金犯，哈、哦，啊不那滴。国会咧开会时间，伊若发生贪赃违
违法的事件时，那检调单位要甲抓，爱国会同意，吼，啊，这是国会的权利，吼，伫尤其伫开会的中间，一般国会拢会称之保护伞，保护这个议员，吼，一般若要抓，就拢差不多等议会开刷，会议开刷，吼，较同意吼，检调单位来抓人，吼。过来的国会有一挂会期哈，国会之召集了哈，会期不继续原则哈，议案不再审议原则哈，好，我先来讲这三，国会咧召集哈，一般有标准的会期的时间哈，有的照表超课了哈，按照原地以前哦留落来的这个惯例。好，咧开会啊。那么会期不继续原则啊，就是讲你这个会期内底，那无通过法案，第后一期就袂使阁提出来讲啊，无过就无过啊，就要阁重新启动啊。过来，议案不再审议原则，就是你这个案。这个会议如果没有通过，就不能再提出来，后一期不能再提出来说了，因为后一期有后一期新的议案优先要你通过，要你审理。好，okay。 好，再来会议，会议的种类，有定期的会议，就是按表操课，原地就有的，再来再开临时会，再来就特别会，比如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，要来开特别会。那么国会有设一些常设委员会，啊，那在众议院，啊，咱现在来讲的是在讲日本的系统，啊，有20个常设的委员会，啊，这就有内阁委员会啦，地方行政委员会、法务、外务、大账、财政委员会，啊，我一个一个真紧甲讲过，再来。有文教委员会、后生卫生医疗、农林水产、商工委员哈，啊个运输委员会，啊，过来有通信委员会、劳动建设、安全保障、个科学技术委员会，啊，啊这咱的内底拢有免你免抄哈，过来环境委员会、预算决算、医院营运个惩罚委员会。啊，你好啊，这些委员会是常设的，那么非常设的，哦，也会当去追加，但是迄个开会了，哦，迄个国会咧开会时，较来设定，哦，设一寡非常设委员会。啊，等下咱会阁来讲，伊这些委员会来咧咧做啥，咱等下较来读咱的一本啊，哦。好，那么国会有法定有效的出席人数，啊，哦，咱将来咱。有可能，嘛，你行政部门、你内阁的人，你嘛会当转去做参众议员，好，啊，你参众议员嘛会当转，好，但是你爱这两个迄个职前训练，你爱拢爱有受训过，好，你议员上参众议员上了，职前训练上了，你要来在内阁行政这边上，拢原来会使，哈，啊，你到时你两边都可以。好，你看你欢喜要做对一边，哈，就是加一个选择权啦，哈。啊，所以你要了解国会因安怎运作，啊，包括你虽然是内阁行政人员，你嘛爱知啊，因为以后足济议案是咱行政部门上去予国会立法部门通过，啊，所以你嘛爱知啊，因国会内底因是咧安怎审预算，安怎咧审这个法案，哈。那么有效出席的席次一般是两分之以上出席才能来开会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啊，但是如果全院的会议出席的人只要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就可以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说因为全院的院会人数很多，啊，譬如在日本，啊，因众议院只有众议院就480个，啊，参院呢，哦，佮
百几个，两百几个，安尼加加个七百几个。啊，你讲七百几个要一半以上来较要开，安尼不是会流血？所以伊那全年的会议是只要三分之一出席，就一定开会啊，吼。过来，咱来看表决的形态哦。表决有用相对多数，好，啊，过来绝对多数，啊，过来特别多数。相对多数就是只要啊，比如五个人选，只要上悬的迄个就当选了。啊，比如呐，等于要选一个安尼。那么呢，绝对多数。头拄仔即个不一定爱经过三分迄落二分之一哦。你若摕着恁内底上悬票对啊，啊你得票你可能敢若35%呢。但是你拢比其他人较悬，安尼是相对多数。啊，若绝对多数就一定爱二分之一以上啊，吼。所以因吼国外，比如咧选总统还是选总理，若第一轮选的拢无人过半数，超过50%的选票。安尼，就要跟上关的迄两个人，佮继续去佮投票，佮投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超过半数，迄个赢，吼、哦。过来特别多数，哦，这个一般就是伫咧修改宪法的时开用的。啊，这个特别多数，大部分就是讲，爱超过2/3以上，诶，这个同意票，啊，才会当通过，啊，啊，这是特别多数。那么表决的方式有用举手，哈啊起立，过来记名或不记名投票，啊啊过来，今麦开始呢是用电子按钮来表决，啊，这逐渐心态哈。那么在国会咧议事的是一般以公开为原则，啊。那么啊这。六月份我做的哈，公开实况啊，迄阵拄啊咧踢卡球吼，啊做个公开赛况传播，错唔对的哈。过来，媒体采访爱互伊自由报道啊，啊这公开就要互所有的人民知影讲，啊国会议员伫内底是咧变啥梦安尼哈，恁一个开啥物会，即卖是啥物主题安尼哈。过来爱保障旁听自由。哦，你若有想要旁听，你来申请旁听证，你拢会当入去国会内底来监督你选出来的议员是毋是有照恁的意思，有认真咧问政无？哈、哦，过来，议事的记录爱公开出版，哈、哦，爱有周报、啊、哦、月报迄款的形态啊、哦，报出来好，一般民众有需要的人会当去买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啊这。要公开这些，哈、哦，有就有一个目的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方便咱所有的人民了解并监督这个议员是不是尽到责任，哈、哦。过来，一定形成民间的共识甲议论，来影响国会议员因咧议决法案的时，伊的方向一定佫较接近民意，这一定互动的对吧？哎，发现讲，敢那。来替议员，敢那被某种形态，敢那用绑架方向，敢那招骗你。舆论这边，电视媒体报道就开始用舆论来围攻，啊，对几个议员已经违背咱人民的意思啊，已经咧招争呀，咱来甲谴责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国会公运作公开透明，和议员受到监督。予伊伫国会表现，变作将来后一届选举的时，人民投票是要甲支持，也不爱甲支持的这个依据，哈，啊，这個、算有监督制衡的作用，哦，所以爱公开，哦，啊，无因底下三啊三字，吼，安尼杂咧乱舞，啊，输啊，输赢啊，通输做掉，啊，咱人民的权利，咱的利益受到损害，哈。那么，咱过来看日本国会的地位哈，啊，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哈。日本国会是国民的代表机关，啊，这日本宪法第43条第一项
所讲的国民主权之代表啊，以及国家的语言，只要你算出来，无论你是为对一个区域，好，比如讲你琉球算出来，还是北海道这个地区所算出来，你一个算到了，你就是国家的语言，你是角度爱以间隔大日本的角度来看代志，唔是你干呐顾你地方的利益，你爱顾全日本的利益，所以伊变作国家之语言啊，来实施间接民主制度。这是即个国家议员，伊是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啊。Okay. 那么国会是国家权力掌管的机关啊，这嘛是本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。那么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，啊，这嘛第宪法四十一条所规定，要立法无其他的路，就干那国会有这个权力呢，吼，有这个权力会当去立法呢，哈，好。啊，所以先进的国家，因国会拢排第一嘞，无像中华民国系统，咱较早拢用教讲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无甲国会。要把立法权排在第一，照讲就要把国会排第一，立法、行政和司法。立法单位所立的法，和行政部门依这个法来依法行政。啊，你若做不好，后边有一个司法机关，你给你要来给你处罚。好，你若贪赃枉法的事，哈，司法单位才来给你处罚、起诉。哈，好，那么国会组成，啊，日本是。由麦克阿瑟甲改过哈，因本来是日本帝国议会，啊，即马改咧帝国甲提调啊，变日本国会哈。伊是两院制，参众两院哈。众院有780席，参院有240席啊。啊，这其中这个300席是爱民选，啊，180席是类似即马中华民国因咧用的，或者。就不分区安尼哈，那么国会议员伊个地位啥啥款，咱来看哈。国会议员伊个身份要安怎处置？无别条路，就是爱参加选举，吼，才会当你高票当选，才会当摕到议员的身份。第二，国会伊个议员伊有啥物权能哈？咱来分拆来看哈。第伊有提案权，伊对内阁嘛有质询权，哈，啊对这个提出来议题有质疑权，哈，那么对议会的议案有表决权，过来，啊，咱即马来看，对内阁质询，啊个提案这个，你本身议员会当提案，哈，这里有这提案权，那么内阁。所提出来法案，你会当甲咨询，你会甲问讲啊，你这个法，你所提的法案，你是安怎要安怎定？那也不是安尼定，会当甲质疑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官员爱来到国会来底接受咨询，哈、哦。啊，过来对这個议案，那资金量差不多，哦，啊的全员被表决有表决权，哈、哦。OK， 好。过来。那么各位议员有啥物特权？好，阿咱来甲分条看卖哈。第一，一定获得年薪啊，啊，这基本也有一个生活的这个条件嘛哈。啊，佮爱有请助理哇，这种爱开钱啊，所以也爱有一挂年薪啊。过来不受逮捕的特权啊，那无国会同意，虽然你有犯案，那嘛那开会中间嘛袂使佮你掠哈。过来言论免责权啊，就是你伫国会内底所讲的，受到保护伞的保护啊。好，过来国会活动程序啊，咱看者时间有超过哈，哇，咱先休困10分钟，哦，咱休者啊，大家等下还过来继续上，多谢。